阁下就是无忧洞这批盗匪的首领吧？你已经穷途末路，快快束手就擒吧！我就是无忧洞主黄毅，你们是官军找来的帮手吗？不过有本事一路闯到这里来，看来的确有两把刷子。既然到了这一步，就让咱们来分个高下吧。哇，直接开打，完全不废话。好像很强哦。好，那你取消了。哦，好像蛮帅的哦。就这样吧，赢了赢了，15000。到此为止，我认输了。你们的确厉害，我黄毅败在你们手下，无话可说，就任凭你们处置了。承蒙这位壮士看得起，我原本在岭南以刀法小有名气。来开封城探望嫁到此地的胞妹时，却意外卷入了一桩命案，被人意图栽赃，最后开封府认定我设有重嫌。岭南以刀法小有名气，不会是韩千秀吧？派了官差来拘我入狱，我情急之下拔刀拒捕，在一番力战之后身受重伤，用最后一丝力气跳下护城河，奄奄一息之际，被无忧洞里其他亡命之徒救了进来。在那之后，我就一直待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下沟渠。反正出去被官府抓到也是死路一条，索性就任命加入他们。时光飞逝，也不知何时，自己就成了这里的首领。在下以为无忧洞中竟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，因为犯了死罪而逃进这里躲藏，然后继续在开封城里内为恶，没想到又皇兄这样因为冤罪被迫逃入地下的无辜之人。其实你想的没错，逃进无忧洞的大多是真正的恶徒，然而即使是像我这种原本清白之人，一旦进了这无忧洞，为了生存下去，还是得与那些真正的盗匪同流合污。此刻思来，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也与他们没什么不同。唉，虽然我也曾梦想有朝一日能洗清冤屈，重回青天之下，看来这依然只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吧。此话当真，若能如此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我来到无忧洞之后，经常反复回想当时被人栽赃的经过，最后从中想出真凶是谁，并将所有线索写进一封信中。我曾想将此信投与开封府，又担心他们不会相信，但若由你们转交此信代我申冤，那肯定就全然不同了。只要他们看过此信，应该就能找到真凶，还我清白。
感激不尽。那么这无忧洞我也不用待下去了，这段时间我先在城里找地方躲着，再慢慢等你们的好消息，一切就拜托你们了。莫说一个月前，无忧洞早在数年前就严禁掳掠妇女，愿意留在此地的都是荡女逃犯之流，其中并无良家妇女。我猜掳人之事多半是另外一批盗匪所为。是啊，那批盗匪躲在后面一道门户通往的更深处，他们平常用一道机关壁从南边进出无忧洞，很少遇上我们，但他们的行动隐秘奇诡，而且外观举动都不太像人，因此大伙避之唯恐不及，平常更是连一眼都不敢多看，只要听到那道机关壁打开的声音，洞里人众马上鸦雀无声。所以他们平常到底做了些什么，我们是全然不知。我后面的房间尽头墙上有一处洞口，可以容人通过，从那里可以俯视一个较低的房间，那些盗匪就守在那里，那道门户就在房间里面，你绝对不会错过的。我知道你们身手高强，不过如果要招惹那些家伙，对你们来说也未必是件易事。总之，你们务必要多小心。现在我明白为何皇兄会在提起他们时一脸畏惧的表情。是啊，看起来真是吓人，幸好我们还应付得了。他们看来虽有神智意识，但已经没有多少生人的气息。看来高七还没见着啊，丹音就要出来了啊，半死半活的活死人封上死人的肢体。燕姑娘猜的没错，老夫就知道一门类似的邪术，用一堆乱七八糟的药物炮制人体，然后和重伤的活人缝合，最后弄出七分像鬼又难闻的要命的玩意儿。京城地底居然潜伏着这种活死人，这太过骇人听闻。何大哥严重了，事关文汐月姑娘及城中百姓的性。一对头厉害的精，怎么真的会攻进来？赶快启动机关把师门关上。可是头子吩咐过，没有他的许可不准关上那道师门。来不及过问头子，先挡下这边杀心再说。等等，哇，还有意识哦，这里。这个长好恶心哦！刚才我们打倒的那些，看来又与之前的活死人盗匪不同。这是尸灵术，单纯将死尸化为只会袭击活物的形尸。这么说来，制作活死人盗匪与这些形尸的元凶首恶，一
应该就躲在这之后的某处，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真不凑巧，这种时候居然会有不速之客闯入。我这玄思与当方乃是秘中之秘，向来是不得为外人所见。如果你们不赶快掉头离开，我就只好动手亲自送客了。在下申子俊，擅闯前辈的清居，实在抱歉。有几件事我们正在查的事情，似乎落在前辈身上，因此特地前来请教，希望前辈不吝奉告。哟，难得有来者如此客气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那么我得自报一下名号才行啊。我名叫丹立，外号明皇，江湖中知道的人不多，没听过这名号也无需在意。你们能来到这地下深处，想来自非等闲之辈。会让你们费这么大劲来到这里找我问的，想必不会是什么好事。所以你们就省下口舌之劳，直接把话说清楚吧。申大哥，那时候那个装着蓝水的透明浅槽里，似乎躺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人，我也看到是个女子。明皇丹音，你的名气似乎没有你所想的那么小，在江湖与公坛之中都流传着一个不知活了多久的邪术宗师，据说能任意操纵尸体颠倒生死，将人命玩弄为掌间，因此给他起了一个你能畏惧的称号，就是明皇。今日能在这里亲眼见到传说中的人物，何某真深感荣幸。哼，真得感谢正派的兔崽子们替我取的这个外号。我多年来谨慎低调，尽量少伤人命，却依然到处遭人追杀。连躲到这个绝无人得知之所以，还有人找上门来。客官能请慢，水中女子还活着，只是究竟什么前因后果，让我们先问过这位丹音前辈再说。我直接把你改成丹音。我们来此是找一个失踪的文溪月姑娘，为了阻止有人在京城地下知道这些骇人听闻的活死人。那这两件事情无法给你交代，只怕我们的冒犯呢？冒犯？我单因行走四方时，你们的诅咒还不晓得在哪里。我这人虽不喜欢动手，却容不得你们这些人随便言语相逼。你们是想好好听我解释，还是痛快，干脆痛快的打上一场？动手向来只会多伤和气，对我们彼此并无好处。若单因前辈愿意信告，我们自然想明白这一切来龙去脉。就请丹音前辈先说明水中草那女子的事情如何。小子，你倒是挺明理的。好，就从那姑娘的事儿说起吧。那夜我拦着心血来潮，想上到开封城里透气，顺便欣赏月色。没想到刚走到岸边，就看那个姑娘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看到他似乎性命垂危，我没多想，就急忙把他扶起。一探他颈脉，惊觉他神息衰痹，血行逆乱，脉流搏击浅快，右胸腹下透出三条脉清如墨，此乃先天性弱错位之象。此病可怕之处在于，一旦发作，有破胸重引心脉意图，或者血固心止，诸脉凝涩。随即就会五脏俱坏，无可挽救，那这拖上片刻就必死无疑。我只能先设法延他的命。却曾在医书上看过这种先天心弱错位的罕见奇病，疾病真细微难以诊断，且药食无效，可说是不种不治之症。而丹音前辈不但认出这种奇病，甚至还知道如何医治。前辈医术和见识之高，如此令人佩服。说来讽刺，
我当年立志学医，就是为了要治这种奇病。虽然我当年我悟出医治之法时，当初宇宙之人的尸骨早寒，然而在多年之后，却让我遇到一个身患此疾之人。原来你学医是为了治这种奇病，我现在才知道哎。所以，我之所想费这么大功夫救那姑娘，或许是为了弥补几分当年的遗憾吧。也就是说，躺在那水槽里的文姑娘还活着吗？那并非寻常的水槽，而是雪山深处的万年冰玉雕成的，里面装的是我花了很大一番功夫才弄到灵雀潭九魄神水。哦，去哪里弄到的？不论濒死或刚死之人，只要浸在其中，就能长保灵体完整，让他有如时间停止流逝般维持在性命垂危的最后一刻。这个就是剑邪当初把龙叶放在凝雀堂池中，保证他的肉体不坏，然后复活蚩尤之后可以妄想让蚩尤复活，然后让魂魄回到龙叶身上。待会做好诸般准备后，再对他施行普胸重影星落之术，如此不但能救回他的性命，并可彻底治好他毒灵的病根。哇，这个就是外科手术吧。原来如此，如此惊人的巧术神技，这是前所未闻。吾等道家虽然也自认精通医理，与阁下相较是远远不如。阁下这一术，即使不能说后无来者，也堪称是前无古人了。玉槽神水护命之法乃是前人所创，这剖胸引络之术我虽胸有成竹，却从没在活人身上施行过，加上还少一样东西。到底要不要动手，也颇让我犹豫。如果背起这个东西，前面就能动手医治他了吗？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或许我们能帮忙找找看。那是叫做玄中玉婴的宝器，能使人血离体后不败坏。此物虽然稀珍罕，找起来却不费事，因为开封城里面就有一个，只是我还没想到妥当的方法弄到手而已。如此非凡的宝物，莫非是在皇宫大内的宝库之中？倘若是如此，那可就真的很难弄到手了。倒没那么麻烦，玉婴在开封城第一首富沈仲的手里。然而这个贪财的庸俗老头根本不识货，只把他当成酒器看待，还经常对别人炫耀用他装酒能更增一分风味，以此知道玉婴在沈仲手中。但他毕竟不是寻常人物，又要稳当的从他那里弄到玉婴，得费些心思才行。丹音前辈，只是说来真巧，我们之前曾与沈家有过一些，因而意外发现他一些不为人为外人所知的秘密。若拿这些把柄作为交换，或许能逼沈仲交出玉婴。此话当真？倘若如此，那可是再好不过了。只要你帮我们取了那玄中玉婴，我就马上动手医治那姑娘。我丹音向来是说到做到，绝不食言。丹音前辈，那么此事就应有为定，取回玉婴之事就交给我们吧。好，那么我先去做其他准备。对了，为了方便你们之后进出，我会开启此地南方的一道便门，你们可以从门后的便道直接回到入口的附近。多谢前辈，这样我们可就省事多了。不用客气，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。我还得先去做些准备，玉婴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。我好，我们找到他的东西了哈，一个什么土著啊，原著。
好，对对，黑血魔炉。哦，他说有西域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哇，看起来蛮贵哦。显龙，它是一个显龙之玉哦。这个任务，一个奇特的透明珠子哦。然后嘞，然后什么？若隐若现的龙形纹路。不过除此之外，没人知道这个珠子可以到底干嘛。难道是黑龙？好贵。神鸟精灵音响，看起来就是要买的东西啊。好，应该说这两个比较重要吧。其他的天然斜眼一阶入石翡翠骷髅。剑呢？这就是童儿给那个石头的支线，然后他最后终于要给我们这把剑了。古剑龙皇，原本叫古剑龙皇，然后但是现在变成古剑龙形。陌生人，古剑龙，葛泉的剑法大师。葛泉谁啊？变成一场悲剧。自在不顺。全好，好，这一把是。外貌与传说中的古剑龙皇看起来一模一样，运势起来全然不同的奇特长剑，有人说是龙皇之主精心制造混淆世人耳目的假货。哦，好，我们要把那个古剑龙形那个兵器炼化，这个，然后跟我们的这个。刚买那个是饰品吗？装备吧，还是哎、欸、哪里？好，在这边找到显龙之玉，然后好，就它古剑龙皇，有比我的弓步强吗？还好嘛。没有到非常强啊，但是蛮帅的。明剑弓步，嗯，弓步还是比较强一点哎、欸。然后我们顺便合一个东西哈、哦，我们之前拿到的那个发光的宝珠，
方孔宝珠跟一个宝物，神鸟精灵精强。那助阵吧，这个可以拿到这个夜阳神珠哈、哦，这个是任务道具。OK。不小心就被我们合出来了。葛城。哦，是沈家的哦，一定是跟沈家有关系。粉丝稳定，真的出发到了。
看来擅闯我宅地地下带走翠香的就是你们了。小子，你们真是胆大妄为，竟然敢把脑筋动到我沈家头上。你们以为招惹了我之后还能全身而退吗？哼，若说到胆大妄为，我们可是远远比不上沈老爷。光是偷偷带那批外地客人进城，就不晓得要多少胆量才够。要是这件事传了出去，不晓得会有什么结果。哼，谅你们也不敢。而且谁会相信你们的一面之词？我们有翠香做人证，那条地道也还在贵府地窖里面。此外，沈老爷可认得这面铁牌吗？这是黄承思密探的察局铁牌。臭小子，你们居然认识黄承思的人？我们有个朋友与黄承思有些交情，铁牌是跟他借来的。我们顾及沈家基业建立不易，尚未向黄承思透露任何内情。至于之后是否依然如此，就看沈老爷了。好，你想要什么就直说吧，咱们凡事好商量。沈老爷果然是位爽快之人，我们也不敢多为难您。只要能借到您珍藏的玄钟玉婴一用，此事就到此为止。在下担保，以后绝不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你敢上门威胁我沈钟，却只要那个玄钟玉婴？小子，你看来的确不是泛泛之辈，沈某就相信你这一次吧。金福，进去把玄钟玉婴给我拿出来。是，老爷。拿去吧，反正他与我也只是个珍奇的酒器，与你若有大用，就给了你也无妨。希望你会遵守诺言。既然东西已经给了你，若无他事，我就先失陪了。金福，送客。丹音前辈，我能让玄宗玉音的，你瞧是不是这个？正是这个，如假包换。申子俊，你的确有一套。我这边的准备也大致就绪，我这就着手开始医治那个姑娘。齐疯子，东西拿到了，快给我出来帮忙。别进在房间里装忙偷懒了。丹老鬼，老子可不像你这老不死的，耳朵好得很。这里又没其他人，你这死人都能吵醒的音量是要叫给谁听？哎，怎么说着就来一群人，不是还找你晦气的吧？气疯子，只有你这种庸医才会整天怕有人来找麻烦。这玄宗玉婴是这些朋友帮忙弄来的，东西都已经齐备，我打算动手医治兵曹中那个姑娘，你负责在旁协助。这可稀奇了，你除我之外竟然叫到其他朋友，看来必定是大非寻常之辈。你还不赶快替我介绍介绍，就怕老子的名号太响亮，压个过你明皇大人的光彩。也不害臊，你这助死判官齐无疆的名号又高明到哪儿去了？因为你不肯治而死的，加上你那些没治好而死的人命，只怕不会比我伤在我手下的少，我才不跟你抢这个头衔呢。原来是齐前辈，在下申子俊，这几位是我的朋友。虽然今日初次认识，不过晚辈之前似乎曾听过前辈的名号，周县附近百药坛中的药炉是不是前辈所建的？正是，不过我在那里盖药炉的事儿没多少人知道，你却是从哪里听来的？哦，他这是那个小女孩的爸爸嘛。申大哥之前受了毒伤，承蒙邹县薛府的薛夫人介绍，
不过我们到药炉时齐前辈外出不在，于是由燕君妹子看诊，之后啊还因此结上了一段有趣的姻缘呢。原来如此，燕君的孩子还好吗？这段日子真是难为他了。这回突然离家这么久，却连封信没捎回去给他过，都还过了一年呢，不知他那一个人在药炉堕落如何。齐先生不需担心，我们正好略知燕君小妹子的近况。燕君那个羞怯怕生的小妮子居然能做出这等大事，想来这必定是托你们之福，多谢你们这段时间照顾燕君。我突然还想回去瞧瞧他现在的样子。怎么，你这失职多年的父亲也会开始想念闺女了？反正当初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，等治好那姑娘的心病之后，你就早点滚回去与小燕君团聚吧，顺便带我向她打个招呼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就老实不客气的接受了。不过我离开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继续留在这个诡异地方吗？此处只怕不是个秘密，不如去我的药炉做客如何？多谢你的好心。不过你也知道炎黑虎和死狂帮众的事，我既不能抛下此事不管，炎黑虎肯定也不会乐意放我离开，到时候他要是发起疯来，我会变得全身而退。这个炎黑虎就是黑，不，这个炎黑虎应该不是高齐吧？哎，你说的也没错，不过这件事情早晚得想办法解决，要是你继续这样放着不管，早晚会不可收拾。请让在下插个嘴，两位刚才话中提到死狂帮众，莫非是盘踞在这个前头那些活死人般的怪异盗匪？如果当年前面想要对付他们，我们应该可以帮得上忙。嗯，那指的正是他们，因为我一念之差铸成的大错。我原本打算自己收拾善后，不过现在他们已非我所能应付，若你们愿意协助我对付他们，倒是帮我一个大忙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应该知道这整件事来龙去脉，不过其中经过有些长，说起来只怕花上些时间。丹前辈，我最喜欢听故事的，而且只怕短不怕长，你就尽管说吧。说来是七八年前的事儿了。那是一名贵人找我来开封办事，事成之后他以此地秘密机关钥匙作为谢礼，由这个安全的藏身处，我得以过去久违的平静生活。然而就你们所知的，这都城繁华中藏着不少灰暗，四方的亡命之徒被财富吸引而来，各种大小案件层出不穷。在开封府当开封府中待审或准备出场的重刑犯总是人满为患，这些犯人一有机会就豁出性命逃跑，虽然大多都死于追捕，其中少数侥幸人跳入护城河中，并找到通往地下沟渠的入口，但通常也会因为伤重而死在水中，成为沟渠中的浮尸。有一天我在沟渠中看到个载浮载沉人影，那是个满身刀伤的大汉，一看就知道拒捕逃生的犯人。他虽然奄奄一息，意识却还很清醒，而且求我救他一命。若晚辈没猜错的话，想必前辈就答应救他了。前辈虽然因为惊世骇俗的邪门手法被当正派的死敌追杀，但心肠很善良啊，已经比一些正派中的好多了。要是我没答应救他，也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儿了。出血过多，胸腹有四五处对穿的刀伤，丈夫都坏了大半，身受这寻常人早已丧命的重伤，他却还努力苦撑到这里，不知是感同同为天涯沦落了，或是他的过人求生意念所动，我决定设法医治他，能令天下神医束手无策的伤势。
然而重伤至此，我也只剩一个方法，那就是使用魔符。你说的魔符，莫非是存在于地界幽海的深处，平常自成一体悠然生存，但也可融入其他活物的身体之中，补其伤欠之处，甚至能化为百器脏腑的太古异物。前辈果然是见多识广，世上知道此物的人屈指可数。我虽有幸取得这一小块，多年来却不曾有机会可以得见其妙，于是就趁这个机缘将它用在这名叫炎黑虎的盗匪身上。此物虽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但其本质乃是邪秽之殿，入体日久，则周身百骸渐为所噬，慢慢变异为半人半魔之物。最后魔性怒恼而失心疯狂，难道不知道会有如此后果？我的确知道，不过当时我一来答应了要续他之命，二来也好奇魔符入体究竟会有何变化，所以就没管那么多。保住性命的炎黑虎认我为救命恩人，对我十分恭敬，由于他已无处可去，我就让他暂时住到灭道的另外一边，但他很快就开始不安于世，经常向我借机关钥匙到地上去，其实为乐得让他跑腿，但他没多久就恢复了盗贼本性，开始在开封城内神出鬼没的作案，专挑富商豪侠下手。我虽然也觉得不妥，但他把抢到的珍奇药材与宝物全留给我，我也没多说些什么。但他后来开始带回一些垂死的逃犯，那时我正尝试将尸魔术与医术结合，正缺实验的对象。这些逃犯反正原本就活不了，我可以放手去尝试各种手法，结果其中一些真的被我给救活了。这么说来，那些奇形怪状的死狂帮众想必全都出自前辈之手了。嗯，炎黑虎让我得以潜心于各种实验，那许多长久以来的理论获得验证。我研究尸魔术这么多年，从未有过如此大的进境，然而炎黑虎此举别有用心，他纠集被我做过的盗匪，建立了这里为根据地的盗匪集团，被自号死狂帮。而随着帮众日增，他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，明目张胆。他开始莫名想获得更多的力量，由于对自己不满意，竟然在城内寻找看上眼的武士或武林好手，进一步强化自己。由于他对此事越来越疯狂，他的人命越来越多，最后明眼不愿再帮他做这些事，并且从此与他划清界限。虽然他那时看来人敬我三分，但我看得出他眼中怒意。好可怕的故事哦，丹音前辈，别再说这些令人不舒服的事了。不过听你这么描述，炎黑虎多半已经不念昔日救命之恩，你还是要多提防他一点，免得他对你不仁不义。嗯，我心里十分明白，该是和他分道扬镳的时候了。不过也因为我之前过于疏忽，现在他身上不但有魔虎附体躯体集合众多好手的精华，还受过我独门神药调制，现在他早已不知比原本的炎黑虎还要强上多少倍，我一手造出连我自己都对付不了的怪物，实在讽刺之至。不过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厚着脸皮让你们帮忙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此刻的炎黑虎最大的弱点就是魔符。只要让他维持生命的魔符伪盾凋敝，炎黑虎自然是非死不可。我在研究刻制魔符的方法时，调配出一种配方，独特的毒，这毒伤到伤口入体，就会随血逐渐上行到魔符。累积到魔符难以忍受时，他便会萎缩并自断诸脉以求自保。此毒虽不能配置，那此刻不巧手机着罕见药材，不知前辈还需要哪些药材？我们方便在外面走动，就由我们帮忙收集吧。听好了，
我还需要五份的焚血岩胎，五份的石英鬼藤，七份的诸藏死檀，以及七份的寒灵冰鸟，这些都不是补充的药材，就不用费神去药铺找了。丹老鬼这人阴阳怪气，就爱用这些难找的要命的怪药材。焚血岩胎好病好自认，石英鬼藤嘛，要到充满阴气的古战场寻找，诸藏死檀可见于多瘴气的森林里，至于寒岭冰鸟嘛，那是种致寒的药草，只见于云雾缭绕的绝顶之上。这位小前辈的见识渊博不在丹老鬼之下，看来我是班门弄斧，真是失敬了。好说，老夫不过是多活了几年，知道的多了些而已。皇宫内库无奇不有，我之前有过机会入内一窥。看来一些只曾在书上看过的珍奇药材就算难了一些，至于要去哪里找这些药材，我就全然不知。不过有两位前辈的描述，多少是有了方向。之前跑过不少奇出异所，其中或许有符合这些条件的，我们多跑几个地方找找便是。好，在这之前，我先于七匹子准备魔斧之毒药引，这四种药材就麻烦你们去找了。这就交给我们吧。哎，你不是要医治他吗？我想看你医治啊。我正在准备魔斧之毒的药引，所需的药材就麻烦你们去找了。对，不知道，我想说看你的医术的说，好了。